怪你就怪这个世界吧。怪这些资本家吧，谢谢 XM 洛的飞机。我们一级跟着克烈干，应该问题不算太大吧？你跟我打，你说老点什么信号呢？你怎么老点点点点？我昨天呢，查了一下薛定谔的猫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到最后我也没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有点难啊。这一波先装甲猴，你以为是真的，其实是假的；你以为是假的，其实这波是真的。交闪来，哎，我也闪，他闪有点快啊，好快的闪现呢。世界就会乱。不过这边打了他一个闪也还可以接受。但是这波我亏了，因为克烈卡住兵线了。我希望现在能有一个白马王子，带着一个惩戒，一个闪现，过来帮我赶开一波，给我补个刀。哎，对，抽他一下。哎，对，就硬生生要练我一下，也不管这塔到底打不打得着。谢谢衣服的飞机，还有10秒钟开奖啊！现在是1/8的中奖概率。谢谢麦盒蛋的甜甜 ，EW 牛走 A 接扣带平 A 一下，等螳螂过来抽死他。谢谢，还是别来了，这不害人呢吗？谢谢孙悟空、兰陵汉和我，他没挡，帮我挡那个链儿，你知道吗？他链儿帮我挡慢了，帮我挡一下链儿好了。白马王子来了，这是阿凡提，这不是白马王子，这是骑毛驴的，这是。操，出小反甲，不好打了。我杀他一波，他杀我一波，并且我们家还打野来，他等级还比我高1级半。我告诉你们，就这么多，等级比我高1级半，而且他装备比我好。现在他还出的是小反甲，他要出的是别的还行，他出的小反甲就相当难打了。我们现在打他老费劲了。不打了，变小了可以打。哎呦，我 A 了些小兵，哎，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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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还好把他杀了，还可以接受。你像这把打着克烈，你不能出三项了，你出三项你干不过他，他出的是右装，我们又得出分离者。走了，回家了，这也不敢狼了，赶紧回家。把这个也出了，饼干咱也不卖了，一会儿上线干一波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这英雄近战有天敌吗？石头人儿啊，哼。只不过玩的人比较的少，不经常出现。不打他这波，这波就空线。他如果上来跟我们干，他就得死。一我，一完我跑了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。A 出 R 直接转，直接就打这波。这波直接就打，一点问题没有啊，一点毛病没有。克烈六级，跟我们正常装备是不可能打得过我们的。如果能打得过我们，那说明你的装备不行，或者是提前被他打了一套。他只要敢打一波，我们必定杀他。这排瘾呢，就是没死过，我就发现了。我有小饼干，你有吗？一大爷，勾引一波。那个小回头很细节啊，刚才那一波记得学习一下。直接打不了走，没事。你要干啥呀？你咋还追呢？他可能要闪现抠我们。我分离者出来了，先等一会儿钱啊。好的，每把的下路都得崩，是不是？那也不是，但怎么能8-7呢？下路其实还行。嗯，你还别说，这下路其实还行，但怎么能军事角呢？这是呢？直接上去就跟他干的，这直接就干，这都不用跑，直接打俩见面就干。现在你得死，一 A 转起来，我们已经一个神话装了，他两个小破件，打他就跟玩一样。再开两层吧。哎呀我天，这开瘾呢。这人也不起800遍，来800趟，我天。这人确实是野不起，是塔皮啊，塔皮我下波能吃，但万一这波我跑出来，我把他反杀了呢？
这不一定，你知道吧？回家吧，你回吗？不回了，可以干 EAQ 多少体来？往哪走？我估计这海隐可能还得来啊，他在下路呢，那我们勾引他一波啊。谁的传送呢？让他传下来嘞，好传 AQ A 再 AW 那有平 A， 那螳螂啊就跟那个瞎子似的，你是玩的瞎子是玩的螳螂？你跟我说一下子，你看不见这有个人吗？你就跑了，你跑个屁呀、啊，你干哈呢？他帮我早点把那克烈杀了，可能凯隐都得死。这瓦莱布甲鞋，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哎呀，出完了！靠，这布甲鞋出完，对面的辛德拉加上这个莫甘娜控制效果时间有点长。这是有眼儿吗？我跳弹过来看看能不能找到这小黄毛。这波一定要快点杀莫甘娜，知道吧？如果不快点杀莫甘娜，谁都杀不了了。赶紧闪现把他收了，看看小黄毛什么装备。分离者没出来，那可以，那没伤害，直接越塔。汤都不给我喝，把塔拔了。这波撒个阵呀，可以杀这个辛德拉。A 接双 Q 平 A， 为什么我感觉不到我的队友啊？刚才我打着打着怎么人全没了呢？打谁去了刚才呀？下回我也这样。下回我也这样，我也不上，爱谁上谁上。我打一半，我操！我一看回头人全没了，我这玩啥呢？单机游戏啊！杀凯隐去了，那凯隐不在我右边呢吗？那姐。
我也不看，我也看不见，我也瞎的，我们前面瞎的，电子竞技不需要视力。你要秒我呀，你一个小刺客也要秒我战士，兄弟，我没想到还有你。你是什么意思？你是双 buff 不想要了是吧？这是狂妄了开始啊，这是双 buff 愣送上了。刚拿的双 buff 就如此的新鲜，也是不想要了。咱打个石头人啊，这应该不叫石头人，这应该叫黄金人，黄金石头人，把他打死以后会有叮铃铃的声，而且他还是金色的。哦，对，金矿，你干哈呀？我们先走位一波，把他杀了。几个人的传送，这波直接往下打不了啊！哎呦，凯也来了，凯也来了，那就没办法了，来个蟹手吧。如果我把凯隐 Q 躲了，我觉得还有操作空间可能。乱配几是杀了几个？哦呦！乱配也是杀了四个是吧？他杀我一个，他杀拉克斯一个。我记得我杀他之前，他是零个人头，不是杀他之前，就是我把他杀了，他是从零开始计算的嘛？这么快就乱配去了。哎，不行了，我有点卡了，我得换区了，我不能再在电信区玩了。我们在电信区玩会卡了。我看不见，我看不见啊！我看不见，我是瞎的，我是瞎的，我看不见，这我都瞅不着。这位置他们没视野，我们有视野。先把这克烈杀了。先一脚兵打把溜接个扣平 A 就行了。太卡了，在我换个 TGP。都开始走滑步了，电信区一到这种时间点就十二点钟左右啊，就开始卡。我们家网现在就这样。玩之前我给忘了 ，ace 了 ，ace 也正常啊。逆美丽的态度，就这态度啊。看来我得杀着凯隐，不杀着凯隐那赢不了。
那队友都得让凯隐给杀了。哎，我为什么出了一个这个啊？因为我要出死亡之舞。对，快点结束游戏呀、啊！那螳螂还掉线了，谁投的降啊？你说。又打，你们三个能打过谁？你说。你说你们三个能打过谁？我是真是不知道啊！咱先上来杀小黄毛，都 A R 转起来。哎呦，他有闪现！我的天！哎呀，这就是 W 出去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也送了一波。鞋该换了，不能不点鞋了，给他换水银鞋。这个莫甘娜定我时间太长了，我一开始鞋就出错了。大家这把先卡着凑合看一下啊，我们这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下一把换个区。你们是不是没脸啊？十几次了还出去？就这人就是没有脸是吧？我就纳了个闷了，你说。你这中路死几把了都？出门就死，出门就死，都死276了，还敢出去？就老一个人站中间，咱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。就这人不骂，不说他两句，永远没脸。那怎么给你一巴掌你不知道疼，给你两巴掌你也不知道疼，给你三巴掌总知道疼了吧？还不知道疼。他杀了他没打，哎，真卡！我天哪，我都看不见这人。这个我卡的。他打倒是打不过我，就是我也杀不了他，费点劲。俺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。死亡之舞2225，这把应该是赢不了了，我估计。第一，这是一个军事角儿。第二，我们家少个人。第三，对面马上要龙魂了。哎，我钱不够，死亡之舞怎么办啊？希望他们能喊。哎，够了。第四，我们家没打野，这龙魂他们必拿，除非把对面打团灭了。你先别出去，你先别死，我们家本来就少人，你先等一等啊，你先等一等，把位置给他站好，红给我。我不知道这 AD 拿着红到底干嘛，真的我都搞不懂他拿着红干嘛，都不知道这红拿了有什么用。先把这凯隐杀了，再杀这小黄毛。
咱也不知道怎么打，乱打吧就，就随便打吧。你把这龙打了，能打过不？我陪你打吧，要不？不用，他能打过应该。我去退中了啊，这龙你自己打吧。应该能拆掉一个塔，拆完走吧，拆完看看有没有红，把红拿了。这莫干辣的英雄控制时间太长了，好像有三秒吧，是不是啊？那扣要没有印象的话，春哥在哪儿？先来个春哥啊，也来把大剑。直接来中路团。拉克斯这个 QQ 的好，可以。在这等，别着急，就杀这莫干辣，别人不杀，打大龙来。我不打好像扛不住哈。吓死我了，哎，给我吓坏了，我天哪，我还是害怕这龙被抢了呀。我看那小黄毛大的一瞬间给我吓完了，再慢那么0.1秒我估计可能就没了。走了啊，这波春哥1500，还引出了一个破盾者，有什么用啊？对，找到凯隐，先把凯隐找着。赶紧中路团推塔先找凯隐啊，别人可以不杀，凯隐必须得死。凯隐必须得死，我们就找这小黄毛，没关系，我有春哥。哎，莫干辣杀了，好 Q 一波了，应该拿下。快点快点，快点那啥，快点拆了吧。拆完赶紧下一把，太卡了，受不了，真愿意受不了的。卡吐了都。